王姬，为什么拒绝我？林妹妹，您都在我这里泡了两天了，每天嘴巴里面就是这王姬，要不你炒一下他呗？哼，他配吗？给我来杯 See you tomorrow。 您确定您要喝这个吗？两杯。谢谢。嗯。莫林泽呢？你们俩不都成双入对的吗？ 吵架啦？哼，你们俩也有今天呀！哎呀，终于到我林思雨看戏的这一天啦！不就是男人吗？不值得。 前两天不是还赶我走吗？现在突然出现干什么？里面还有好几个帅哥要找我聊天呢。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要创业吗？天天往酒吧跑什么？还喝成这样？你特意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教训我的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。 你这么天真可爱，万一喝多了被人拐跑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天真可爱还拒绝我？我不是拒绝你，我是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的思考一下。那你现在想好了？嗯。如果你真的要创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嗯。不会骗我的吧？ 那为什么你之前拒绝我？为什么你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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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我不问为什么了。哎，你不会是被莫林泽炒鱿鱼了吧？所以才来投奔我的？不是。啊？那你就是。
对我通风不轨？不是。你对我有非分之想？不是。那你是因为什么呀？这么猛！喂，这游戏我告诉你，真的也太累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玩。火气很大啊，没事吧？我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想不明白。我今天给莫凌泽准备了生日礼物，但他却并不开心。莫凌泽从来不过生日的，确切来说，从18岁开始，他就没有再过过生日。对很多人来说，生日是很美好的回忆，但对他来说，不是。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想要你和妈明天来看我的钢琴比赛。明天啊，爸爸妈妈一定看你比赛，然后再一起跟你庆祝生日。我有点事要先走，照顾好林泽。那然后呢？没有了，上次也是他喝醉酒才跟我说了那么一点。他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。哎，这个游戏啊，你是唯一破他记录的人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知道吗？要不是因为点外卖太麻烦呢，我才不会吃你做这些破玩意儿。信息都不回，召唤个屁也召唤。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鬼天气，怎么说下雨就下雨？我姨父姨母的亲兄弟啊，你怎么才来？你是不是没吃饭？你作业都把过的。哥的，因为你。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我确实没吃饭。他一看到我就立刻答应，说他一直在找的就是像我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。被大佬看上了呗，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呗。
那当然。我现在有一种想法，黄彼得要是看到我这幅画，他肯定会被我的才华征服。有时间去讨好大佬，没时间搭理我呗。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嘛，方琦，我就是太投入了，早上连着晚上一直画呀画，把时间给忘了。你冷静一点嘛，你要笑，笑起来才好看。我笑起来好看，我看你是看起来好笑。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嘛。惊喜？我看你是惊吓吧。就你该去查查智商是不是余额不足吧，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。他这种套路在我们投资行业里有一个专业的应对名词，你猜是什么？空手套白狼。这什么专业名词？这不大白话吗？这么白的老话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妄想着一夜成名呢？可是黄彼得他是有名的策展人啊，只要他说话的好，我就有机会进入蓬皮杜青年艺术展。怎么才算好啊？是他说好啊，还是经纪人说好，还是媒体说好，还是网友说好，还是我说好啊？哦，就算是有人真的欣赏你，但是他就憋着不说，然后翻脸就不认你了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黄彼得，我看他就是一黄世仁。对啊，咱别给黄世仁画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，你也找找别的渠道，行？你等等，方琦，你要不先打我一拳？气傻了？我，因为，我还是想把他画完。我不是为了黄彼得，我是为了我自己的作品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所以你就先打我两拳消消气嘛。既然你做了这么傻的决定，那我就必须要陪你这个小傻子一起傻下去才行。我的作品太漂亮会成为你的底气的。徐总监，我推掉了两个应酬，提前半天完成项目，特意回来给你个交代。不过我现在好像改变想法了，不是在现在的时间，也不是在这个环境，而是等到你真正想告诉我的时候才告诉我。
到底哪里不好啊？您得给我个理由吧。色彩晦暗，意愿不明，没有达到效果好的标准。效果的好坏，如何统一标准？不管我画什么，您都可以用这几个字草草的评价，不是吗？在艺术创作里，虽然没有唯一的评判标准，但在这里，我就是唯一的标准。在艺术创作里，虽然没有唯一的评判标准，但在这里，我就是唯一的标准。不是忘买了吧？哦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50克，妈，你这汤靠谱吗？我爸喝过吗？行，相信您，怎么就不相信您了？好，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谢谢您，拜拜。确定不用我帮忙？不用，今天这里是我的主场，你过来的话就是捣乱，听到没？知道了。小心自己的手。哎呦，放心吧。哎，哪有用这么小的刀啊？你能不能别管我？对不起。徐总监。干嘛？那后面有切菜的刀。二次警告，听到没有？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别动。这是我最爱的问题，你给我坐下。楼下开了一家新的饭店，要不闭嘴。厨具真的是德国定制的，这个尖儿折了。徐总监，现在不是你尊严的问题了，现在是我尊严的问题了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好好休息，好吗？我不休息，我打杂总行了吧？行啊。来。这里面有个刀尖儿。知道了。放着吧，我来吧。我虽然家务活不是特别会干，但是扫地扫的还挺好的。徐总监可棒了。没想到你还真的准备了蛋糕啊。那当然了。怎么样，敢尝尝自己的手艺吗？当然了，喝就喝。好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也别来了，好不容易得到的男朋友，还是不要轻易冒险比较好。有道理。以后想吃什么，我来做。遵命。不过我想要对你好一点，我还是要好好努力的。来，尝尝。
这道菜是我妈妈教我做的。在我18岁生日那天，我爸爸被警察抓走了，我妈也因此得了抑郁症。没过多久就自杀了。所以生日对我而言再也代表不了快乐，只是一些痛苦的回忆。所以我真的不是为了要给你难堪，对不起。我想给你过生日，是因为我觉得生日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天，那一天一定要开心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我们不用把开心特定到某一天，如果那一天给你的回忆很糟糕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一天去过吧。莫林泽，我要把这束光送给你，希望它可以照亮18岁的莫林泽。谢谢啊，现在你就是我的那束光。在你耳边说等待，在等时间证明未来，在无边星空和茫茫大海，每一个瞬间你都在。我的，我又不知道你会真的上手。我看看，走走走，没事吧？我也没使太大的劲儿啊。你自己多大劲儿，你自己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是你啊，主要你坐，你坐，给我看看。嗯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嗯。没事儿，这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自己说，要是打坏了怎么办？打坏了我也喜欢你，行了吧？那个画展怎么样？黄彼得怎么说？他说我达不到他的标准。他什么标准？他什么奇珍异兽啊？没关系啊，咱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伤心超过3秒钟。我早就知道他不靠谱了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联系了其他渠道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哎，你别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嘿，年轻人，问一下，这幅画的作者你知道是哪位吗？这是我画的。啊，你这幅画画的很有感觉呀，它瞬间就把我拉回了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嗅出了一种爱的味道。啊，我是蓬皮杜青年艺术展的策展人，我在寻找国内年轻的艺术家参展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愿意，我的当然愿意。你说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贵人？徐巍，你不用为了逗我开心编故事，其实没有那个老头也是 OK 的。这能有假？我告诉你，皮埃尔先生都说了，我的画将在国内先预展。方琴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
行吧，你到时候看看那天有没有工作吧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那只是一天的工作，我这是梦想的第一步啊。我怎么就只是一天的工作了？那去看你画展还只是看一次画展呢。哪天啊？啊。方经理呢？贵人事忙，有事请先预约哦。你怎么那么能演呢？居然捏我！你就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嗯。你呢？就像我在网上刷到的那个睫毛，不理你的时候，你的脸皱在一起，超可爱。然后给你点笑容，你就哈哈过来乱蹭。说谁睫毛了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野狼的一面。许巍，哎，走了。嗯，拿我裙子干嘛？画展有着装要求啊，女士得穿裙子。我这身儿，高档西餐厅都进得去，画展进不去。这是艺术场所，而且穿裙子是法国的习惯。这条裙子什么时候买的我都忘了，这过时了吧？俗话说，时尚就是轮回嘛。而且我觉得你穿它挺合适的，就去试试吧。这还能穿上吗？这颜色有点旧了。哎呀，你就去试试嘛，去吧去吧。嗯，你不是骗我的吧？怎么可能骗你呢？你快去吧。你要是敢骗我，你就死定了啊！什么时候买的裙子啊？这是。行吗？行，非常完美。只是。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。哪儿啊？坐好了，别动。王杰，华宇并购的案子算是拿到手了，你继续跟进。我今天得到了重要的场外信息，对你有利，来一趟吧。去和唐熙聊工作，请求女友大人批准。准了，以后请叫我公主殿下。真没想到，画展居然在我和许清幽的母校。太久没来了，都没怎么变。哎，许清幽和莫老面到哪儿了？他们有点事儿，顾大人去接了。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？脸上倒没有，身边有啊。嗯，没办法，我的魅力已经藏不住。呸！你就是我身边的脏东西。回去给你泡姜茶。到了。
这是全是什么主题吗？嗯，这个创意挺独特的。全是什么？全是的是真爱。真爱。还有这个，你看。是这个。哇，这好美啊！这个做这哪儿啊？海边，建筑风格像荷兰。这画的是什么呀？这也太抽象了。我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大学找过你一次。那天下着雨，你穿着这条裙子，撑着伞，从雨雾中向我走来。我在那之后看见过许多美好的景色，但那些都不如那天的你。你这脸画的有点长了。没有吧，我觉得挺像你的。喜欢吗？怎么那么好看啊？真好看。来了，我们的旧公寓被拆了，不过新建的跟之前格局一样，所以一回来就找房东租了下来，然后跑了好多个旧货市场，才把这里布置的跟原来一样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这你别闹了，排练了。放啊，这球。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你往哪儿跑啊你？你给我站住！别让我地上招我。所以回忆是可以补回来的。林泽，牛肉粥加黑胡椒，人的口味其实不会变的。老规矩，你够了没？你究竟怎样才能两清？还是装作一切都没发生过，破镜重圆？别说气话，说气话只能证明你还没有放下。我只是觉得你太天真，唐总，你难道听不出我在拒绝你吗？拒绝？你跟我合作冒险救我，我一个电话你就来了，莫总，这是拒绝吗？我知道话语的消息不过只是幌子，但我之所以会来见你，是希望你能适可而止。该放下了。我为什么要放下？你难道可以说已经把我全忘了吗？
沉睡的悲欢醒，穿在水中游弋，心情一片